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都说给他一半了，他还是不答应，还说这不全都是商业上的事儿。你说给他一半？是啊。其实我怎么会真给他？我只是试探试探他。这下你该高兴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还说根本就没想过要过来。 您的快递。哎，你好。谢谢。啊，再见。哎，汤七七，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欢迎欢迎欢迎，来。我呀，回来没其他地方住，只能回这儿了。哎，正好啊，有一封你的邮件。屋子收拾的还不错，行李放这干嘛？你要出去啊？哦，就是无聊，没事收拾一下，把原来衣服放在箱子里。哎，我就知道你会回来。你怎么知道？我就知道。 跟你住了这么长时间，连这点冻伤能力都没有吗？哎，冯路飞朋友聚会，冯路飞为你亲自烹饪晚餐，冯路飞为你亲自煮热红酒，冯路飞为你亲自插播音乐，冯路飞为你亲自绘制了这份邀请函。哎，你能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带个朋友一起去？ 你去干嘛？我，徐总。 那三分之一的货架还空着，冯修文要让他空着，我也没有办法。徐总，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冯氏集团找你去，你为什么不去？他用这种手段让我去，还不如把我放在货架上呢。喂，徐然，我是汤七七。 我回来了。哦，我知道了。我在开会，晚点再说吧。哦。我在开会，我在开会。人家赵宁就不会开会。不好意思啊，迟到了。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吧？这顿算我的，给你接风洗尘。有没有点诚意啊？早就回来了。哟。 回去一趟，嘴巴变得厉害了吗？哎，怎么样？你一路上还顺利吧？还行吧，就是遇到公路堵车了。啊！哎呀，别提这些了。你快点帮我想想，我到底应该穿什么呀？嗯，我觉得啊，你应该什么都不穿，你这是赴鸿门宴。想太多了吧你？你想啊，冯路飞跟你非亲非故的，他干嘛就请你去啊？
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跟你商量嘛。不过念在你也没什么东西值得他企图的，应该问题不大。哎，你怎么去啊？这个上面写有车会来接我。 这里还说着装要端庄典雅，说白了就是保守一点的晚礼服。以你的条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也不会太出彩。你就数落我吧你！哎，想知道去哪里淘晚礼服吗？这顿你请我，我就带你去。 这么隆重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夸张啊？不是，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以前你从来没穿过这样。那到底好不好看嘛？好看，好看。那就行啊。你穿成这样，你今天也要出去啊？<笑>就只许你一线朋友。 我就不能去赴宴了？友情况。没有了，就是一个老同学，从国外回来了，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嗯。哎，你过来一下。啊？过来一下。你看你连领带都不会带，都打歪了。好了。 来来来，你看，是不是现在有模有样啊？哎，好歹你也是我的邻居，我可不能让你在海龟面前丢份儿。哎，我发现我们俩在一起还挺般配的。有吗？嗯，还行吧。你好，请问汤吉吉小姐在吗？在。我就是。 其实还挺般配的。哎，你好，小姐，请您出示请柬。 我忘记带请柬了，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家宴，请您出示请柬。可是我真的只是忘记带了，您看我穿成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不请自来的吧？抱歉，您不能进来。西西，哎，冯总，我忘记带请柬了，没关系，他是我的朋友，来，谢谢。要不然忙了一样，开始了。哎，花小姐回来了，哎，客人都在外面。好。 哎，二位，欢迎欢迎，里面你们请，里面请。来，姐姐，这边有烧烤，还有喝的东西，千万别客气。嗯。菲菲，这是越来越漂亮了，你终于出现了，我以为每次寄给你的请柬啊都石沉大海了呢。男朋友呢？在那儿呢，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来了啊！来，干杯！哎，徐总，你别请。好。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徐总，徐总，徐总怎么来这么晚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下午有一个临时的会议，这样吧，一会儿我自罚三杯。你先忙你的，不用招呼我。先把这杯干了。对，先把这杯干了啊！干了。
不愧是冯总啊，连罚酒都这么敬业。好，我先干为敬。 唐七七，你怎么在这里啊？你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是冯总邀请我过来的。哦。嗯，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吗？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如果我告诉你我在这连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你相信吗？ 真是我想要说的。真可惜你现在不做拍客，要是你今天带个针孔相机来，一定能拍到不少值钱的视频。我要是早知道你会来的话，我肯定会带的嘛。嗯。哎，徐然，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就是上次一起喝红酒，你给我讲笑话的那个。哦，我想起来了，你上次是跟孙总一块来的。嗯，对。他今天来了吗？ 没有，他出国了。哎，太可惜了，我还一直想约他吃饭。上次他跟我谈的那个项目，我特别感兴趣。没事，让他回国打给你。来，给你喝一杯。好啊。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外面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而且他们聊的那些股票和投资什么的，我完全听不懂。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失踪者俱乐部。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好像说，你爸妈……哦，不不不，嗯，那次是我自己瞎编的，因为那边的人大家都很不信，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邀请你吗？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因为好奇。我就是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孩让她放下工作，大老远的去找。她是徐然吗？哦，我想你是误会了。那次是她出差刚好碰到我了。刚好碰到。嗯。哎，你的工作找到了吗？没有。 我帮你，不用了，我打算明天就去人才市场看一看，不用麻烦你了，冯总。七七，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嗯。今天你明明拿到了邀请函，而且穿得也很漂亮，可是为什么门卫不让你进来？嗯，因为我忘记带邀请函了。其实，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很有学历，也有能力。 可是他们的人生偏偏卡在这张邀请函上。如果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选择和拒绝呢？就这么说定了，你的工作，我来解决。您为什么要帮我呀？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原因的。 我跟熊佳杰提出要当面跟房主谈，没想到他一口气就答应了。好啊，既然他答应了。 我们就看看这个房主到底长什么样子。你跟他约在什么地方见面？他说明天晚上会给我确切的消息，如果没有意外，后天就能见到人。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我父亲要我全权负责这件事情。你那边呢？房主呢？我就是房东。Oh my god, Lele, 我早该知道了嘛。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搬出这么多见不到的人，到头来还是得我们两个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好好解决吧。在解决之前，我得跟你说件事儿。好。飞机我们都见过，也都坐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私人飞机，我也不想知道。但我要说的是，飞机跟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有钱可以买机票，甚至可以买一台飞机。但就我们的观点而言，飞机是用来运钱的。你想想啊，在一台大型客机里头，把所有的乘客座椅全部拆空，然后铺满钞票，光线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钱是会发亮的。我情不自禁地躺在那堆钱上，我不小心睡着了。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请的话，我想我会考虑。这真有趣啊，还真没听说过。丹莎，你说这么多到底想说明什么呀？很简单，买卖这套房子，我们也可能一次性的搬运这么多的现金。我们在买东西啊，不走银行，不用数字，只用现金。不走银行，只用现金，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集团呢？这你就别打听了，时机成熟你自然会知道。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们赚的都是正经钱。还有，我们只负责送达，现金的搬运跟处理你得自己安排。这可无形加大了交易的风险啊。哎，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风格。可能你觉得老套，但这比起以前物物交换的时代，已经是往前一大步了。好，这我来处理。可房东你已经见了，我想见见你父亲，跟他当面谈谈。过两天他正好回来，我帮你安排。你们俩这皮球踢来踢去的，到底在干什么？不就是要勾搭他，把他搅和进来吗？你不去做演员真的太可惜了，当场就能说出这么不靠谱的想法，还睡在一堆钱上。你要是都不回来，我看你自己睡的那张床都没了。我说要见房主，他说他就是。现在好了，他提出说要跟我那亿万富翁的老爸见面，你叫我去哪省啊？没关系，就按照他说的做，我会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你爸？我父亲临时转机去了香港，去处理那边公司紧急的业务，这边呢他就要我负责了。那看来真的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合同，你看一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这一条可是新的，房子你买，但房东的名字还是我，使用权就归你。这是我跟我父亲讨论的结果，你看怎么样了？新情况，重新考虑一下呀。总部对公司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丑闻非常的恼火，虽然现在事情解决了，但是这些丑闻始终对我们青阳的品牌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在座的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这次事件我负主要责任。不，都是因为我临时出了状况，才会影响记者会的效果。事情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些小的事情往往会酿成很大的灾难。我们 V 公司的公关团队，我希望不仅仅只是做一些小事情，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青阳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把品牌升级换代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徐总，我希望你像以前一样牢牢地抓住它，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得更好。您说，青阳的升级配方已经被研发出来了，秘方下周就会秘密运送到世界各国，中国是第一站。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明白了。很好。这一次我不希望有任何的错漏。我马上安排宣传方案，以最快的速度打造青阳品牌全新的形象。推广计划我明天就搞定。喂，你在忙着配方推广计划吗？你都知道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正想找你商量一下。我要弄到配方原液。如果配方到了工厂，我想对你们来说就不是难事了。不，我的意思是在配方还没到达公司之前把它截下来。这恐怕有很大的难度。我连出现了这样重大的过失，你觉得徐然还能安稳地坐在他位子上吗？而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就可以风风光光地做公司的大工程吗？我只需要你弄清楚配方运送路线，其他我来解决。进来。徐总，我需要知道配方运送的具体到达时间还有地点。为了原液配方的绝对安全，这些信息现在还不能说。这样我怎么安排交接仪式？什么交接仪式啊？我要举办一场隆重的原液交接仪式，媒体会全程转播，一路跟拍新的配方从机场到交接仪式会场的所有情况，相信社会一定会引起关注。再加上叶总之前的公关造势，相信可以大大提升品牌的形象。我觉得没有必要。首先，原液配方是我们公司最高的机密，你这样大张旗鼓风险太大。更重要的是，你的这场作秀对于青阳品牌的推广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不能认同你的观点，只有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新配方上，这才是最有效的手段。我们之后再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新配方的科技含量上，这才是对的。很抱歉，我还是不认同。徐总，请恕我直言，你不认同这个方案，恐怕不是因为方案本身吧，是因为你不够信任我。我是销售总监，我有权知道青阳的一切事情。我怎么会不信任你的？这样吧，这套方案先留着备用，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你晚上有空吗？干嘛？请你吃饭。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了？困难写在我脸上吗？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我觉得江东最近有点反常。这么说来，他对于新配方有高度的关注。我倒希望他是想在我面前力求表现，弥补他之前的过失。如果这样理由可以说服你，
你就用不着怀疑他了。我没有证据，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会不会被熊家杰控制了？他最有机会在哪个环节做手脚？常常是88年的拉菲，很好的酒。怎么你的名字跟你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是同一阵线的人，你不觉得吗？然后呢？所以我们必须互相信任，给予彼此最大的帮助。比如说？比如说我想知道配方运送的所有过程，保全人员的名单、路线图等等，以便我们接下来推广工作的安排嘛。江总，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但是我很清楚什么是最高机密，泄露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上一次被解雇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呢。我记得你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啊。这个案子徐安看过吗？看过了。他怎么说？他否决了。那你今天找我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难道你觉得我会越级同意他否定了的案子吗？我觉得徐总因为之前的种种打击跟挫折已经失去了正确判断的客观性还有危机处理的能力。我很难相信你在我面前说的这些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的确想了很久，我今天站在这里完全是为了要维护公司的利益。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也是以这个为出发点，没有任何个人的情绪。我很欣赏你的认真与负责，但是每一个公司的员工都必须要在他的直属上级的监督下完成工作，你今天这样做与我们公司的制度不符。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管理会很混乱。把这个案子拿回去跟徐安好好沟通一下，相信你们会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出来。那个李志辉真是太死板了，我看他根本就是图个安全下岗，一点风险都不敢冒，而且他心里只相信徐安。等你把这件事办完了，他最相信的人就是你啊。可是徐然把行程瞒得死死的，我根本没有机会下手啊。机会我是给了你，如果你没有能力去把握的话，别说是在合纵联盟，就算小小的 V 公司你都不会有立足之地。我说过不许打扰我。江总，对不起，是公安部的叶总打电话过来，他说有事要见您。那这样吧，我说您没时间。你等一下。你跟他说5分钟之后来找我。好的。叶总，江总在办公室等您。谢谢。找我有事啊？是，我们公关部决定3天之后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最权威也是发行量最大的百家媒体宣布青阳品牌全线升级的消息。广告代言人的部分我们会继续沿用 C 罗和小 S， 小 S 已经确定会出席接下来一系列的推广活动。没想到你效率这么快，真令我汗颜。
坐着聊嘛。给我两杯茶。好的。你需要什么协助，尽管说。我们需要青阳品牌提供详细的新产品资料和推广方案，另外我也需要跟你们部门讨论出一个又响亮又能精准体现品牌理念的主题，便于配合接下来的广告创意。很抱歉，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们恐怕都帮不上忙。你什么意思啊？江总，茶泡好了。放这吧。不喝一下。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喝茶聊天的，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作为一个销售总监，应该要配合我的工作吧？当然，你说的我全部都认同。但是问题是，我怕我的能力不够。事实上，关于配方的所有情况，我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徐总。当然，我马上就去问他。怎么了？谁又惹到你了？那江东越来越不像话了。江东怎么了？他跟我说，他对青阳新产品的资料一概不知。他的确不知道，知道青阳新产品资料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其他人一概无权过问，也包括我吗？嗯。那我的工作要怎么做啊？我怎么向媒体介绍新的青阳呢？你就告诉媒体，新产品国际领先，独一无二，而且保持新青阳的神秘也是一大卖点。我需要数据。数据我当天会给你的，我还请了专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那还要我这个公关总监来干嘛呢？我当然用你了，你要来帮我做执行啊。没有你的话，我怎么达到宣传的效果？而且你看，那么多的媒体和明星，不都是给你面子才来的吗？我必须要提前一天拿到数据，这样我才有时间准备。最多提前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现在去帮我确定嘉宾的名单和行程安排，下班之前给我。姐，怎么啦？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今天叶总监肯定又被徐总骂了，一下午都黑着脸，让我给两个重要的嘉宾订酒店，我选了三个他都不满意，专业又给我布置了一堆的工作，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你抱怨也要看对象好不好？我们徐总可是全公司最难搞定的呀。算了算了，你赶快把这份行程表交给徐总吧，本来是老叶要自己送的，他还在生气就打发我来了。行，你放我这儿吧。有事吗，江总监？想不想喝茶？好啊。嗯。这是什么？哇，好漂亮哦！送给你的。为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表达感情的人，满脑子只有工作，所以常不经意伤害身边的人。对于我之前带给你的困扰，我想跟你道歉。你不要误会。我送你东西，纯粹是因为我喜欢，跟我愧疚。我之前问你的事，也只是希望把工作做好而已。啊，你看，又说到工作，你会不会很讨厌我这样？没有啦，其实你认真工作的样子还是很有魅力的，甚至有那么一点小性感。真的？真的。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呢，我就接受你的歉意，可不是因为他哦。
你跟那个玛丽是不是很熟啊？嗯，对啊，两个人都是苦命的小助理嘛。怎么？他又受叶总的气了？嗯，听说叶总啊又和徐总闹别扭了。怎么会呢？好像是因为后天发布会的事，突然就多了两个神秘嘉宾，而且规格还挺高的，配了最好的专车和司机呢。司机？司机是谁？王涛和丁师傅啊。哦，那应该没问题啊。嗯，哎，徐总要回来了。我先走了。嗯，谢谢啊。看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出任何错。明白，好吗？反正所有的主持稿都在这里。能给我们说两句吗？您的光临让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啊！来，请签名。喂 ，Mary， 你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到啊？资料给吕教授了吗？那好，你们尽快。媒体和明星来的差不多了。嗯。准备怎么样？你就等着看好戏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呀？我们已经等了两三个小时了。对呀。各位媒体朋友们，实在非常的不好意思，还有十分钟我们的活动就开始，请大家稍微等一下。不好意思，各位，我稍微失陪一下，谢谢。哎，怎么走？失陪一下。哎，没事。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联系不上 Mary 他们了。先开始吧，别冷场了。好的。灯光一响，开场舞准备。车祸，好了，我马上派人过去。严重吗？受点小伤。一会儿你上去说。我？青阳的新产品资料你都看过？看了。我陪你上去。好吧。刚才精彩的表演一定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吧。接下来我们 V 公司中华区的总经理徐然先生以及公关部的总监叶柔小姐将为我们介绍即将隆重上市的青阳产品全新系列。在场的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让我们有请徐然先生和叶柔小姐。相信各位已经得到消息，青阳品牌即将全线升级，这一系列新的产品即将代表着去屑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能多透露一些细节吗？比如说配方原料。配方产品在法国研发中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的时间研发而成。经过我们的反复实验，其实头屑的问题就是不健康的头皮。有很多的去屑手法往往只针对表面的问题，而这一次我们的青阳却针对滋养和强健头皮，从根本上改变头屑问题。请问叶柔小姐，徐然刚从之前的官司中脱身出来，再加上青阳洗发水的传闻尚未彻底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新产品，是不是有转移大众注意力之嫌呢？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这种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要相信科学。
我们公司旗下的所有产品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测验，并严格遵循各国家、地区及国际行业的监督检验标准，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新配方什么时候到中国呢？下周。具体时间呢？不好意思，具体的时间无可奉告。对不起，我对是否真的存在青阳新配方这件事感到怀疑。原液配方的运输是公司的最高机密，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知道具体的细节。可据我所知，今天应该由行业权威来回答媒体问题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来呢？因为在路上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们不能够按时到达现场。但是专家们对于青阳新产品的推崇和支持是毫无疑问的。是吗？嘉宾拒绝出席会议，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呢？嘉宾并没有拒绝参加发布会。我再说一遍，专家们没有按时到达现场，是因为在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对此我们非常抱歉。关于青阳新的配方原液的发布，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作秀的成分，完全属实。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新的原液配方所有的相关信息。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保证，一旦新配方到达，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邀请你们到 V 公司来共同见证新产品的发布。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相信我说的话，回去以后在新闻稿上自由发挥、杜撰、捏造事实的，我一定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Thank you.